哎，那大官，慢点，我先走了。慢点。哎，哥，哥，你喝多了，回屋去。我没喝多，我脑子清醒得很。怎么回事？谁知道他这么点酒量？刚才好好的。我没喝多。你说你是长安来的大官，我不信。你有本事证明给我看。哥，你别闹了，爷爷都睡了。那你也去睡，没你事。敢不敢？你要我怎么证明给你看？有个闹鬼的宅院，就是以前无依住的宅子。你要是能把鬼抓出来，我就信你。巫医住的宅院闹鬼？哥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你现在回屋去。处处，可有此事？当真有。巫医宅院闹鬼也有好多年了，整个平浪镇都知道。你要是不敢，以后就别来招惹我妹妹。好，明日一早我随你去看看。明日一早？就现在？那鬼晚上才出来呢，明日一早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怕了？听见没有？哭声就是从那个宅院里传出来的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去？既是如此，那就有劳楚兄在前面带路。王爷，你当真敢去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鬼，正好今日长长见识。楚兄，请吧。萧将军，你快劝劝王爷啊！我也没见过鬼，我跟锦玉一起去。哎，走，走。哎，等等我，哥，这墙里好像有夹层。啊，墙里怎么有东西啊？为什么会藏在这儿？是巫医大叔放的吗？快把他抬出来。还好不是巫医大叔。